2019年9月17日，距离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还有13天。阅兵集训点的训练场上，迎来了5位特殊的受阅队员。中国人民解放军5大战区主要指挥员史无前例的齐聚阅兵训练场，目的只有一个：接受阅兵训练。10月1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习主席、祖国和人民的光荣检阅。作为人民军队新的领导指挥体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意义非凡。这是人民军队发展历史上重要一页。党的18大以来，在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此次阅兵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最基础的口令动作，战区指挥员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极其苛刻，每训练一个动作都会让教练员用摄像机录制下来，对照视频仔细纠正。按照阅兵安排，5位战区指挥员脚踏战车，引领着承载革命血脉、薪火相传的百面战旗以及未来的作战力量，在天安门光荣地接受检阅。他们的亮相不仅代表着所在战区的形象，更代表着未来联合作战的方向。从浴血荣光走来，向世界一流奔去。此次阅兵训练中，一亮相就受到高度关注的，还有许多新调整组建的军种部队。白点是什么？目标军。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新中军人。我们是谁？火箭军。火箭军。火箭军。眨眼立马给他指出来啊！指出来了，就让他出局 out。这个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的教练名叫何奇，在所有方队总教练里，他是年纪最小的，然而论起阅兵经历，他却非常丰富。10年前，何奇作为原第二炮兵学员方队的一员，有幸见证了战略导弹部队徒步方队首次在天安门前亮相。10年后，他以总教练的身份见证火箭军亮相天安门。经过这个咱们改革重塑，以火箭军的名义受益，火箭军的装备由兵变军第一次啊，在天安门前亮相，激动自豪。作为实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和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战略导弹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自带流量，备受关注。2015年12月31日，火箭军成立大会在北京81大楼隆重举行，习主席向火箭军授予军旗并致训词。从第二炮兵到火箭军，战略导弹部队踏上了新的征程。以前我们第二炮兵穿的是陆军的衣服，佩戴的是第二炮兵的兵种标识，直到今天，我可以骄傲自豪地讲，我们火箭军有了自己的新衣服，有了自己的兵种标识。火箭军的墨绿色，火箭军的卡其色，
他的沉稳庄重，他的朴素大方，足以能够彰显我们火箭军战略导弹部队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从标志上面，我看到标志是一个湘云和火箭发射，从这点可能大家都明显感觉到，就是说呢，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战略定位呢，更要突出了。新的名称、新的军装、新的时代要求，让所有火箭军人倍感自豪的同时，也深感使命崇高而神圣。对于火箭军来讲呢，就进一步明确了军种定位，拓展了战略使命，彰显了特殊地位。这样的地位作用和职能使命，就决定了火箭军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必须锻造一锤定音的战略能力，必须始终保持啊求实创新的进取精神，加快推动部队建设、升级、转型。每次合练前，何奇都会和承载员一起把战车上火箭军的标志精心擦拭一遍，确保他们在最亮的状态下去接受检阅。啪，一敬礼是吧？你就接受这种全国人民这种检阅，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唰一下眼泪就下来，那种这种激动的心情，和你站在这个发射场上。看见你的导弹就是哗一下就上天的那种感觉，那种激动的心情我感觉是一样。1984年，战略导弹部队在天安门前首次亮相，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国建阵次次都有新发展，导弹武器装备已经形成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何奇在这片阅兵场上就见证了常见系列的快速更新换代。作为我国新一代巡航导弹，常见100巡航导弹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反应速度快，是我军精打要害、攻坚靶点的尖兵利器。2009年的时候，我们阅的是常见10的型号，2015年阅兵的时候呢，是常见10甲，然后2017年的时候呢，是我们，常见10甲就演习阅兵是吧？打完弹以后，第二天立马就上这个阅兵场，然后接受主席的检阅，然后到现在。在短短的10年之间，是吧？到常见100。由兵变军后，使命任务的拓展啊，对我们部队作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我们武器装备的性能也得提高。就拿我们常见导弹系列而言，4次参加阅兵，3次换型，打击的精度越来越高，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作战的威力也越来越大。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这次阅兵，火箭军参阅的6型主战装备中，中近程精确打击的新锐力量东风17常规导弹、东风41核导弹也都震撼登场，惊艳亮相。10年时间，何奇伴随着火箭军的发展壮大，手中武器的快速更新换代，他也从学员成长为一名善谋打仗的作训参谋。此次作为方队的总教练，如何让年轻的火箭军第一次亮相就能够展现独特的自信，何奇想了很多办法。三，对，是这个意思啊，对，再放点光，守护着祖国的这种国土的感觉啊，你要把这个感觉找到。对，哎，余欢这个感觉非常好啊。稳住，啊，稳住。在阅兵集训点，闭着眼睛练眼神，常见100方队是唯一的一家。练，
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就会要求队员闭上眼睛，去想象导弹发射车压轴经过天安门的那一刻，去激发他们内在的自信。闭上眼睛，感觉对了以后，啪一下睁开眼睛，感觉眼神都是亮的。敬礼。训战一体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鲜明标志，也是我军军事训练一次又一次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方向所在。亮相及精彩不仅仅是在阅兵场，也是身处战位上的火箭军官兵共同的心愿，责任和使命时刻在召唤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随时能够做到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脚下要有跟，加油！跟！这是一条长达1600米的训练道。从起点开始，身着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四种军服的联勤保障部队徒步方队，已经连续正步踢过半程。这样的距离已经远远超出正式阅兵时方队需要正步踢过东西华表间的96米，但是方队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个训练场高手如林，与狼共舞，如果我们不练到极致，不拼到极点，那么这无异于赤手空拳进入丛林，因为我们代表的是联勤保障部队，我们身上背负太多官兵的期盼。和其他方队有所不同，联勤保障部队徒步方队的队员来自不同的后勤保障工作岗位，没有丝毫受阅经验。尽管一切从零开始，但从进入阅兵集训点的那天起，他们就立志要成为这个训练场上的一匹黑马。是机会也是荣耀，机会难得，以前没有我们这个联勤保障部队，但是所以就没有上场机会，以前有的话只是一些装备方队。他是首次成立了部队，也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方队，但是相比较其他方队而言，我们经验可能少一些，基础可能弱一些，但是我们每一名成员都特别有信心，也特别自信，我们还有一群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作为在改革强军大潮中新组建的联勤保障力量，联勤保障部队徒步方队与各种现代化后勤装备一亮相，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在阅兵部队还没有进驻之前，联勤保障部队的亮相就已经悄然开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古至今，打仗就是打后勤。此次国庆阅兵编组有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和12个空中梯队，总人数约为1.5万人，在数量规模上为历次阅兵之最。如何保障受阅官兵训练期间的衣食住行？联勤保障部队为此专门成立了阅兵联勤保障兵站。过去保障啊，那都是成建制的保障，这次不一样，这次由联勤保障部队筹组，但是来了以后，就是接受联合作战指挥部的领导和管理，啊，这相当于转隶，啊，这样一来就变成一种新的实践。你看你这个黄彩椒，对，都坏了，这是下雨造成的吧？你别说下不下雨呀，咱们只说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呀。这个言辞犀利、对问题菜品不留情面的女军官叫张小芳。在这次阅兵联勤保障行动中，他作为兵站食品检疫组长，
镇守着阅兵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主要是对这个食品进行像腐烂变质这一类的感官检查，还有像这个农兽药残留，还有一些生物的毒素，还有一些急性的毒物这样的理化检测，保证食品安全。这个不到十平米的检测室就是张小芳的战场，每天抽检100多个品种近20吨食品，即便是6人小组同时工作也需要15个小时才能完成。昨天晚上我还发烧着呢，确实很疲惫，但是走到这里以后就有很多事情就是需要你去做的时候，真就跟打强心剂似的，打鸡血似的，就一下就开心起来了。一切为了阅兵部队，一切为了阅兵胜利。张小芳和油料运输等其他20多个服务保障小组分布在阅兵集训点的角角落落，每一位保障人员都像冲锋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完成了属于他们的精彩亮相。对于我们来说，参阅官兵能够完成好阅兵任务，能够从我们的国家最神圣的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从东向西，在世人面前，在乃至在世界面前雄赳赳气昂昂的正步走过去，展示我国威军威，他们非常的安全顺利的完成这项任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高和最大的褒奖。月上树梢，夜幕降临，热闹了一天的阅兵训练场渐渐恢复平静。在训练场的一角，铿锵有力的正步声如约响起。这是武警徒步方队受阅队员齐晓光进入阅兵集训点的第125天。也是他和训练道单独约会的第125天，所以压力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作为基准兵这方面，要求方向啊、步幅啊，整个方队都要跟我标，我稍微有一点的差错，都会跟着我受到影响。齐晓光是武警部队徒步方队的基准兵。每天雷打不动的自我加练，不是因为底子薄弱，而是源于自我的严格要求。多年前，齐晓光曾是武警国旗护卫队的擒旗手，常年严格的训练和任务的磨砺，让他具备了成为一名徒步方队基准兵的素质。从2018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开始担负国旗护卫和礼炮鸣放任务。原武警国旗护卫队正式转隶。齐晓光也走向了新的战场，他与国旗的情缘却一生难以割舍。无论是在哪儿再次看到升旗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说观看也好，就是注视也好。天安门对我来说，我已经把天安门当成我第二个家了。齐晓光和武警国旗护卫队的转隶，背后是武警部队改革大幕的开启。2018年1月1日0时起，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主要担负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海上维权执法、防卫作战等任务，由内卫总队、机动总队、海警总队等力量组成。有一次北京下大雨，那次应该是7月底，反正雨特别大，能见度也就5-6米的样子，游客基本上都跑到地下通道去躲雨去了，下什么大雨，没人在外边站着，
然后当我们登陆七国天安门，就放国歌的那一刻，好多人都从这个地下通道多余的地方，伞也不拿，都跑过来了。在那儿有一起唱国歌的，有喊中国加油的，有喊祖国万岁的。所以这件事让我感觉到这个过去的那种凝聚的力量很足。国旗，国家的标志和象征，蕴藏着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磅礴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强烈地呼唤着齐晓光回到天安门，用另外一种方式向天安门致敬。武警部队徒步方队组建时，齐晓光在所在部队第一个报了名。尤其是端枪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战士那种向前冲锋的感觉，带着这份荣光再次的走过天安门，向周围的战友家人再展示一次不一样的自己。重回熟悉的天安门，展示不一样的自己，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信念，支撑着齐晓光始终以高昂的士气迎接每一次训练，每一次考核。十秒，坚持，坚持，我们的口号，岁月传奇，招牌革命。五秒，三，二，一，收腿。拉长时空的尽头，更能看清当下的意义。在武警部队徒步方队，每一个受阅队员心中都燃烧着炙热的火焰，他们深知自己在天安门前迈出的铿锵步伐，将是军队改革重塑后武警部队最好的亮相。九月的北京天气已经逐渐转凉，但在阅兵训练场上，汗水却依旧布满官兵的脸庞，湿透他们的军装。汗水见证着他们的付出，也悄然记录下他们的变化。千百次锤炼，无数次重复，阅兵训练场上的每滴汗水，都为那举世瞩目时刻的精彩亮相。这样的亮相，正是为了同一个号令，同一份荣誉。从空中梯队到地面方队，从一线队员到保障岗位，他们践行着军人的誓言。这样的亮相，恰似将一幅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后的崭新画卷铺陈开来。从军旗到战旗，从模块到方队，从将军到士兵，这幅如虹画卷上的每一个像素点都清晰可见，熠熠生辉。